这牛的饭虽然没消息啊，那每天下午还是把这里的羊弄出来放一放，是吧？还养羊的锤子全部处理掉，真是让人伤心。人没找到，处是肯定要处理的。还有这个信心养的，我是没这个信心在养。这个牛20来头牛啊，去了一大，去了一半，就是跟那个传说中的家财万贯带毛不算。哦吼，一夜之间石头丢了。这个羊放出来2个多小时，你看都吃得鼓鼓。我发现这几只羊吃得特别鼓，那几只羊怎么吃也吃不住。哇，他们也会吃玉米。看一下这个羊毛色有没有变。我去的时候是我去的那天抓的，抓回来的哈，在发光。发光，发什么发光哦，全部给处理掉，去外面打螺丝吧，我也去打螺丝。真的，这个事情这一辈子的痛哎。要是就这样不了了之的话。打螺丝，我这一把年纪了去打螺丝还有人要啊。好多工作统一叫打螺丝啊。啊，很多工作统一就是说那种。工地上干干啊，能干干苦力活。去吧去吧。啊。有没有哪位老板招这个苦力活的？那个500-600块钱一天啊？想多了。我这个是吧？把这些牛处理好了就飞奔过来。在家里天天看着这些东西，心里真的确实是不舒服。还会待在家的，再也不会待在这里，先把这边的事情忘掉。一个人要流浪天涯。那我们呢？你们？也跟我流浪天涯，你拉倒吧你！可不可以？我可以跟你流浪天涯，你觉得小孩可以吗？小孩，明天叫我老妈在家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嗯、真的好伤心的地方啊，啥也不是。嗯。本来说今年有钱，是吧？连鸭子都在嚷你，鸭子，现在搞得在农村干什么都来，这牛没有保险吗？没有保险什么的吗？保险，不是有是有，不知道丢了有没有，保险也就补这个几百块钱一头。杀了你崽子！真是一命凑出来了。烤全羊，嘴里还在吃，还在吃。一只品种。你别说，这几天真的长好了，这几只黑色的羊。长得发光。早点丢牛的话，也不会去买这几只羊哈。现在养什么都不想养了。打击的一点信心都没了，打到解放前了，你还有信心？没信心。再养下去，真的老婆都跑掉了。嗯。会嚼吗？他们吃玉米。恶心的声音。哎，你看又吐出来了。他，你看这个肚子都要爆炸了，还要吃。吃了都吐出来了，傻羊。哎呀。天已经快黑了啊，都吃饱了，把他们给赶进去啊。几头羊啊？5头，3头母羊，本来还说不会吧。吃饱了没？这两只母羊的胃口感觉差一点。
走了，今天就到这，把这羊，先让羊进去。